好，一分鐘教你編靚追光者，最簡單直接係咁彈嘅。咁有四個 chord 啦 ，E minor、C、D、G， 跟住 D 和 F sharp。咁啊，第一句，咁我會將第二線呢個音放上第三線，就變咗咁啦。係，跟住咧過音。C chord 啦，第二個 chord， 跟住呢個哒哒哒，我哋唔用空弦，我哋用一個 hammer， 跟住 D chord， 係啦，跟住 G， 跟住 D 音，啱啱 G D 音 F sharp 啦，咁啊最後就變成咁啦。快啲心思，你都可以做到噶，快啲试下啦！